圣教义经大学第24届所有贤士同修，我们合掌恭念王禅老祖赞记：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啊，各位维新圣教第24届所有贤士同修。啊，今天我们上课在台中市石冈区大雅道场。大雅道场自从10年前在大雅上过一次课，到现在来已经10年整整了。10年之间啊，都没有机会一年来这里和各位上课播出。今天啊，是一个好一年啊，也由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严勋法师、刘明川贤士啊，他呢啊在这里转法轮。2年前，王禅老祖开示，大雅道场要搬到石冈来。石冈这个地方啊，外行人你看哦，这个小地方，若是有修行十方善知识，你就会发现石冈这个地区历史以来出过多少名人，而且呢啊，这里有一个风水宝地，这个宝地啊没有讲出来没人会知，所以石冈这个地方呢，大雅道场的这个宝地呢，面向出去了，就翁阿霞、翁子社。翁阿霞翁阿霞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啊，有一个历史的尊严，大爹在翁阿霞阿的破子河破靠做一丢金银满满道，做多道金银满满道。您这么姐姐的所在是金银满满道，
祖国一来，这个宝地唱几下，啊，唱一下这个宝地，人无爱，所以无发现，无去做出去。那比如说天神王神老祖，大罗金仙带着咱维新地主来遮保护这个地理，咱不是得地理，保护地理，保护台湾众生，大家金银慢慢到，啊，保护咱的属龙工商，每个人金银慢慢到，啊，因为是安尼来。咱的道场正明一条大甲溪，大甲溪对中央山脉弯弯曲曲，啊，一直落来，水够足清的。来到正明，大中市的啊，石岗水库，啊，大中市的石岗水库呢，从来唔捌断过水。唔捌欠过水，所以台中市诶，诶人民百姓，大家食水拢免烦恼。在真侪年前，现任罗什么建交通部部长林明山部长，啊，伊咧台中退休了，来台中担任副市长。啊，有一天在跟我讲台中市的饮水问题，我台中市饮水问题诶，啊，就是大甲溪，啊，搁足清气诶，啊，无污染，啊，水量又丰沛，所以林部长呢，啊，伊就将整顿整治大甲溪。啊，尤其石冈水坝的水啊，再加上啊，咱鲤鱼潭的水，两条水相接，接伫台中市来，所以台中市食水第一清气，第二无烦恼。啊，这都是为政者爱用心，啊，唔是干呐在画画画，画呢也无做。那是在咒诅给人死，那是很不好的。所以林部长呢，啊，他在台中市，啊，将我们的饮水问题，啊，做得很好的。啊，市长林佳龙，啊，他也是将台中市的民生问题的，就是水，啊，好法运用到大甲溪的水，我甲林市长甲副市长呢，两位拢地主嘛，我甲讲，啊，咱台中市的食水，拢是对大雅道堂家出去的。啊，有个人讲，哪有可能？大雅道堂头前对出去，大家去水的，可对台湾海峡出去，但是中央呢？有真侪顶的山过掉咧，啊！这无形中，尤其大道山，这个地理的形式，啊，把这个启动掉的，动好台中市的发展，啊，人民百姓的生活，啊，拢会当真正和谐。所以，这目前台湾的生活品质，啊，最具有啊未来性诶，就是台中市啊台中市啊，那这就可以来证明啊大甲溪水啊流甲啊咱诶台湾海峡遐出去，啊一路行出去，然后台湾海峡诶灾祸遐尼大，啊来淹着咱台湾。
的百姓，淹着台湾的经济，淹着台中市的经济，啊，即摆开始会发四十年尔，啊，以后，哦，以后人才好甲你去拍拼，所以大雅道场，啊，这个地理的点呢，爱有真大局的，观察家，你就会当发现，就台中市，啊，大甲溪。啊，这条水啊，甲大雅道场的这个关系咧，是息息相关啦。啊，即祝福到咱啊全民平安幸福，祝福各位。一些弟子，各位贤士同修，古早地理师东山先生来台湾，伫凤凰直直约，约对王阿霞坡口才来，才伫迄个时，大地在坡口。白鹿甘花草，做会到金银慢慢到，啊，恁爱啊，这诗，咱当然大眼，咱个尤其咱个咧道场诶，同修，啊，咱爱牢牢记住，这就是地理志，大雅地理志。啊，有如那的仙佛寺，啊，那的八卦山维京圣教总坛，迄点地理咧，啊，就是讲，啊，咱赞叹着迄个地理。好了，尤其仙佛寺，莲仙公的国师刘国轩所做那十二句诗，都是赞叹着仙佛寺那点地理。赞叹是安那赞叹呢？举望华山贵尊严，华山何事国尊严？左仓右库帐屏上，南溪北港灰岸前，湖海星辰来拱照，八百烟花列两旁。世世王侯将相帝，一脉无边侃蔚然。九曲来朝去诸贤，归则把门紧固守。可惜生欢雄霸俱，此地抛荒待时闲。恁是闲事嘞？老祖上天给咱的同修，拢是贤士的果位咧。啊，所以有的同修呢，哎呀，贤士我不爱啦，无你要做啥？要做众生哦。上天赐予咱的贤士，咱唔好阿修，过老就退道。哎呦，足可惜的，福报各人修。啊，就是仙佛寺迄点大地理。啊，就是安尼，才有今日咱维新圣教，才是成立为世界新兴宗教。维新圣教啊，在台湾
现在地球已经啊，专制法轮专家世界和平，啊，一天一天在接近，这是咱的共同的天命。世界和平，咱大家唯心地主拢是现实呢。啊，所以今日咱伫台下道场，直接咧上课。啊，大地在破口，啊，白鹿甘火灶，鹿啊甘只火叫做长寿嘛。灶是灶对对，灶对水头一摆啊，灶对水头一摆，啊，做会到。金银慢慢到，金银啊，一到了不得了哎，个慢慢到哎。可见这个大雅道场，啊，这是长富于民的宝地。啊，我也希望咱圆心法师在做主持，好好啊，把黄山老祖的心法好好发挥。因为财神爷五大财神孙膑、范蠡啊、苏秦、张仪，还有徐福，五大财神一师傅都是王禅老祖，再加上现在咱所谓现世弟子，拢是王禅老祖的地主，所以有这个因缘，予咱修伫遮，咱就好好修。啊，咱伫要成就以前，咱爱先付出。啊，付出就是咱爱先修行，学道学个好，帮助社会各界。啊，对无平安，转到平安，做生意。啊，未趁钱，啊，做甲会趁钱，啊，这拢是王禅老祖伊的天威呢。啊，有诶毋知，啊，王禅老祖是算命的祖师，无，换你来算命算法，马来讲，啥人算会准？啊，所以咱爱赞叹王禅老祖，伊风水祖师。王禅老祖啊，伊咧福禄寿星啊，王禅老祖财神财神的师傅，五大财神的师傅，王禅老祖啊，苏秦张仪的师傅，王禅老祖啊，就是日本2350年前徐福。啊，就是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，啊，徐福的师父都是王禅老祖，啊，所以王禅老祖今日慈悲公共来咱台湾道场，来伫咱台湾，咱爱感恩到台湾祖师的慈悲，台湾祖师的伟大。啊，请王禅老祖讲讲台湾，啊，教咱大家一经风水学和宗教合作一下，这叫完整。一经就是咱予咱知影因果，啊，你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，还没发生的代志，咱以前先知。咱就莫去打着这个地雷。风水，你若唔捌，啊，咱要开公司、开工厂，啊，咱的往往咱家己会，啊，真家己乌龙蛇道，无到尾啊嘞，七级搁八上，然后拍来喘。哦，这就是风水啊的重要性。然后宗教。啊！你一经风水捌以后，欠一项宗教的修养、宗教的修行，
啊，这是道音道灵名扬两界啊，同观照同道啊，这就是王禅师所所传的真理妙法。这是咱人啊，自护常护一不二法门呐、啊。希望借着今日的大雅道场，甲各位遮讲哦，大家会当理解，祝福各位。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，大地在破口，白鹭甘飞走，甘一只机会直直走去，对水头来，来接到大家溪水。啊，这个呢，地理是足奥妙的。这当时客家人呢，哈、哦，大家是最安劳动来，阿家呢，后里这方面的地方最安来，阿家的大地里呢，都结地。那呢，这所在，大雅道场这所在，啊，经过这呢，像这落爱行，感到这一缕花，白落，甘花走，啊，落啊角，这种落啊角，啊，就可含着大家去的水。这水形就是那就是白花，哈、哦，这白花，啊，这呢，我当时的厝，这对国官这边，所以这个所在，啊，就是黑。宝穴底下，哈、啊，经过断脚起来，一只大只鹿啊，鹿啊是爱甘蔗花，啊花是在都是花，大家喝水都、就是花，啊直直爬去哩，爬去山顶去哩，这个东势啊去哩中央山脉。啊，个溺水，坠落溺水。啊，当时咱道场，我要甲起向倒转，老祖讲卖遐舒心。啊，落啊已经火干的，直直走落去啊！你搁对伊走，家己舒心呐、啊！啊，爱翻头。爱掉头来好众生，啊，这是猫山，啊，所以猫山的土，跟落啊是同一系列，啊，所以咱的厝都从向安那来，啊，结果大家去水足水的，
啊，咱已经有得到这个叫真气啊，我坐的这个有真气啊，然后爱施舍出去，爱布施出去，这个智慧，就是风水、易经、甲宗教、唯心圣教的心法。哦，这点咱也知，咱会感觉足欢喜心的。啊，咱会当施舍，等于上帝、天神的化身，啊，财神爷的化身。所以，啊，咱这个地理向安尼来，啊，这呢山过掉呢。龙沙有力，龙水有力，过掉咧。啊，所以水安尼流，石冈水坝伫这个位，水坝是遮。啊，这水坝的水往下流，往下直直流出去，好全民有水好食，有水好食。生活都无问题，啊！人常惊无水好食，那无水好食，万生万物，乜都生存。所以大雅道场，这点大雅道场，这样，啊！所以咱。啊，请圆心法师，是咱功德基金会的董事，嘛是咱台湾道场的法师主持。啊，今日这个大头落在伊的身躯，啊，伊是一个非常有大智慧的啊财务专家。啊！你白鹿甘火走，做着台湾各位大家金银万万到。啊，这都是付出你的智慧来施舍，带着咱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，大家好好修，常富于民。好好修，啊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啊，会当事业顺遂。这是王禅老祖师尊，伊是风水祖师，伊的慈悲，啊，就用这个宝地，一家授徒传授妙法，啊，转予咱全国。各地，咱的学员同修了解到地理的重要性。咱的祖师啊，邱志堂祖师，伊甲讲一句话：山顶若无一黑，唔惊你逐工黑，逐工那白，只要免惊，只要有他食。啊，这都是地理的重要性嘛。那你祖师李祖义玄空大师，你山上没有一穴，平阳没有一个立足之地，任你百般的巧计，还是无济于事。啊，辛辛苦苦过一生，两位祖师都翁心去啊。拢八十外岁成道转呀，所讲的真言足有道理的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善信大德，咱来咱全省、全国各地拢在开班，咱已经大学的班，吼，恁来学道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大家学易经，公司客户无欺心啊。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，一条心啊！祝福各位。
山的名，淹没清宫庙的仙。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雅道场的风水宝地地理记，啊，就是这句大地在破口，白鹿甘花走，做得到金明慢慢到。哦，慢慢到嘞，嘛会使讲慢慢啊到啦，啊，你爱有耐心，爱打拼，爱认真，你就慢慢啊会得到。无讲我马上就去得到诶。啊，所以台湾有一个尹总冒法，这个成语，尹时总冒时法，结果现在呢？少年人现在需要人，是安尼失败遐济，哈因，是啊，猫娘，因时，食大生呀，借大生卡债呀，哈，猫娘以后才来付啊。所以现在呢，都应着古早风水大师所讲的这个金言，哈、哦，这个名言呐、啊，寅时啊食，卯时再来肉，肉甲穿片片，哈哈，这都是咱人的习惯，无体会着这句寅种卯法。哈、哦，寅家猫牛，咱只爱讲是寅种，猫法，寅时再时三点到五点，安种类，啊六点到七点，都发。这原因是对对来，啊，就是讲，啊，咱有一个家庭是真艰苦啊，但是真守道德的人，啊，无钱或重视大人的骨骸，啊，先生呢，登山先生来，啊，甲观察，啊，这个人。很认真的，人又好，他问说，才敢问这个人呢，艰苦人说，你有祖先的骨骸吗？有，有。啊，我给你种一个饮食，饮种冒发的，哦，当然很欢喜。啊，就去安葬啊，啊，安，再是饮食安葬。啊，等下到安葬煞要回来啊。啊，多多啊，经过甘蔗园，啊，一个贼仔去人偷的金仔，偷的金仔呢，啊，看到人那在讲话来，啊，惊一跳，拼入去甘蔗园，啊，甘蔗园呢，啊，全咧拼咧弄，啊，所以，啊，伊才去看嘛咧，那有人在走去，结果才看到讲。土下放一碗，诶，这个金马甲，啊，迄个内边啊，搁一布屎，原来贼啊，去偷一个物件，啊，共偷一个金马，啊，搁伫边啊，啊，往诶甘蔗园，啊，伫遐伫放屎，啊，放屎了，啊，听到人来，拼咧弄。啊，全然袂记咧，迄金仔袂记咧摕，啊，只全然去捡着，咱只讲啊，打落屎就是打着金仔啦。所以恁若去打落屎，哎，我今日中奖啊，捡着去打着金仔。
啊，所以叫做阴时中猫时犯。阴时中呢，猫时就回去，后半拉去拄着这个犯财，啊，阴中猫犯。啊，咱即摆人阴食猫粮，阴时食猫屎粮。啊，所以透早食食咧，啊，先照先开先顺。啊啦，咱即摆政府嘛是安尼，啊，拢先甲中央先借钱，啊，拢一干要借借几个几个都几个，愈借愈多，啊，拢无再来行，啊，无再来行咧，变做全面来负债，迄就是因时食猫屎尿，啊，咱无算计搞啊，大家认真就做好事。好，八成来负担这个债务。讲我要赚偌济几亿，要行偌济几亿，你要对行。八成所做诶，产嘛遐尼快，啊，工厂所做诶，利润嘛遐尔，啊，工厂所做诶，税金嘛得扣，啥拢爱，啊，哪有法度一个行几亿诶？啊，为咩咱八成，咱着足够可爱，啊，咱嘛寄希望伫。即政治人物的身躯顶，结果咧，哈哈，你投予伊，起了以后咧，讲归讲，伊讲迄阵我讲讲，凊彩讲讲尔，你若凊彩信信的啊，啊夭寿，哈哈哈，啊，遐好骗，啊台湾人就只古锥爱人骗骗的，你只会过过瘾，哈哈，啊台湾人就是安尼嘛，无理智啊。哦，爱人骗骗的，啊，你只会讲哦，啊对，啊对，哦，结果叫骗的只，哎那安尼啊，啊那哎怎么会这样？我无想到伊那安尼哈，哎，真是已经是想完你呀，啊，大家欢喜干嘛呢？啊，所以足侪政治就无政治佬啊，啊，伫选举的时三六头，伫开始来动头，滴动滴动，啊，这块选掉选掉了，打头头打起来。啊！你啊，你咪个拜托个啊！这公共建设怎么海摇头、海头、山头、山头？你讲看，这是政治佬啊！嘿，欢喜干嘛呢？你若爱骗、哄骗，你才做你哄骗。啊，这都是无负责的。啊，咱这嘛是咱的工业，所以台湾咱人民真可爱，爱哄骗骗的，才会过瘾。那无法度甲恁骗，啊，这无搞，假骗未起，啊，那假骗去，咬赞，啊，现在满足着咱眼前的咱的欲望，哦，我选会着啊，哎，伊有啊，啊，以后骗的代志啊，哈，迄以后的代志，全面买单，一句话是啊，你是财务的，啊，你对无？啊啊啊！全面买单，全面买单，好、哦，啊，那么那唯心圣教，啊，师傅买做全面买单的啦，好、哦，恁全面买单，啊，咱一起建设，但是我这也无甲恁害呢，哦，要安那害，先害嘛，钱伫咧那落地下底啊，哦，这就拜托恁大家发传的好，接无好，啊，帮助。需要帮助的人，安尼了，就是大家回来感恩王禅老祖，感恩佛菩萨，这安尼是最高、最和谐、啊最平等的啊教育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，今麦台湾开始来发动善动善啦，啊你爱做主意啊，咱不管算是何些人。你拢希望的，爱大家拢动算，哪位动算，我大家拢啊动开，啊就拢动算啦。这是讲些生笑啦哈，好各位做参考啊，阿弥陀佛。
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台湾在清朝的时阵登山过台湾。好，有两位地理大师，啊，一位林郎，啊，一个杨贵孙，啊，两位大师，林郎是古台北市北部地区的，勘察遐大地理。啊，南部中南部的呢，啊，杨贵孙叫做杨本官。啊，伊咧，到台湾的中部，这是当时清朝的时阵派这两位地理大师，迄阵无阁无飞行机，啊无高铁，啊看甲遐呢准，有够厉害，我足佩服的。啊，尤其来到以前大学遐，后来个大学遐呢。啊，就啊，做一首诗：身坐八卦山，脚踏虎山岸。中兴大学、中兴新村头迄后山，啊，脚踏虎山岸，做得到台湾圣贤出一半，圣贤出一半，天下就太平啊啦，天下。这点地理我足佩服的，这点原因对对来，啊，杨本官，啊，伊伫对万丹山，遐有十八个穴，啊，所以杨本官，这十八个穴呢，做一个参与，身坐万丹山，脚踏牛岗岸。新坐万丹山，脚踏牛岗岸，做得到。台湾产粮得一半，所以这句诗害死真济人，害死一个贪心鬼，啊，有钱人诶，害死地理先生。但是，好地理先生有饭好食，啊，有钱人就想讲要台要赚较济咧，所以台湾产粮得一半。啊，新竹万丹山，万丹的地理确实足济地理，一个大金星，几级大山落来，啊，遮咧足济迄个。啊，这呢，啊，这八卦山，啊，新竹万丹山，万丹，南投市东边遐一个万丹山，脚踏牛岗岸，八卦山。吃一粒窝的所在，好多牛肝丸。啊，若做会到，台湾产粮得一半。哦，所以善良人嘛，希望我要翻身；好野人，希望佫较好野咧。要会得到，希望伊会得到。啊，第二先生，因为即句话啊，即、這个诗出来。吼、哦，疲于奔命，山顶站甲臭咸要来呢，啊！但是又找唔到哦，找袂到啊！万丹山就咱的心嘛，
满当操的心。啊，心呢，你若无好，地理要得偌好，哎呦，骗人的啦！啊，所以南投满当山的地理宝地很漂亮，要结十八个穴，我甲点出了七八个穴出来，给咱的有缘的人的信徒。啊，我讲，哎，恁若要点给恁，爱注意哦，爱拍拼哦，你若唔拍拼哦，我点给恁，我违背天理呢。啊，所以闽南山正黑嘞，我嘛无个点出来，下底用底困中道，即马嘛要你困。当时我都得到有福的人、有德的人，准会得到啊啦。啊，所以这个，那么咱义兴大学，义兴大学迄点地理。西山钓金睛，在二十几年来，咱台湾啊，要伫金木这个系统诶，啊，金木常常出来开始，啊，世界和平在中土，啊，世界和平伫中部，所以足侪先进大德。甲一个收音机诶，地理先生，哦，我都真变死找啊咯，哦，无聊，甲伊讲，你看，正钓上悬诶迄粒，迄道刀杠中土，道降中土，还是这道真，见风水诶，见地理诶，想要得到诶。啊！我才会先有是弥陀讲堂桌边遐一支钟，我啊徛住一米悬，悬，啊！迄一阵仔来徛好咧，啊！真侪收音机诶，吼、哦，都拢去啊，看遐看遐看，哦，多伫遮哦，多伫遮哦，多伫先有是哦，我嘛毋知多伫多伊，我恁恁啊爱跳，我著用一个互你去跳咧较有灵，好啊。那么，迄阵我嘛是弄巧成拙，无想到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找到这点地理伫倒位，在中土，中土伫倒位，结果有一个因缘，伫咱只义兴大学迄块土地入八甲，诶，土地，啊，人来找我两亿，啊买卖，啊发愿拍卖，啊我啊甲咱财务长。啊！你讲咱的基金会当初讲来买房好，安决定买，大家借钱，啊，先借钱好舒服，啊，迄、那个土地甲买起来，因为我去看的时啊，哈，八卦山，啊，安尼来。这八卦山，啊，安尼流安尼落来，像一粒针，啊，这个黑，你记得未？哈、啊，咱的义兴大学迄点黑，就是这，啊，这地理是有够水的，八卦山面，你对面顶看你就知，足水的。啊！头前九九峰，啊，埔里的水安尼出来，啊，咱的这粒，我个买这块土地起来，入八甲二八河池的中央套。二八河池的中央图、物基图，啊，这个西山钓金睛，这张地理，我看了我，哎呦，就是安尼，甚至八卦山，脚踏头前火山湾，做好张，台湾圣贤出一半，恁有出来未？有啦吼，大家拢是圣贤啦，
希望各位即生即世一定要成就圣贤，若无咱就枉费，恁就枉费着老祖的慈悲，枉费着咱各分支道场，咱遐济法师啊，带领大家来修行，大家来成就，成为贤士。历史以来，要成就遐济贤士的，干那第一个王禅老祖道教慈航，要成就各位，大家爱准时啊！啊，听有无？有。好，祝福各位。